今天有位顶级厨师要来给小烤鱼煎牛排，狡猾的笑容已经要掩盖不住了，毕竟是吃牛排，那一定得有仪式感呀，就浅浅化个妆敷衍一下的了。小烤鱼虽然天天喝水，皮肤还是干得很，但是因为这个隔离非常润，所以完全不会卡，就很神奇，提亮也很不错。像小烤鱼这种懒鱼着急出门可以直接当素颜霜，快看这妆是不是一点也看不出是五分钟画出来的。咱们先把食材拿出来。好吧，不瞒你们了，其实小烤鱼就是那位大厨。这个煤气要怎么开来着？应该是直接放里面就可以了吧。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就是有点咬不动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高贵的品尝一下吧。 Later